美伢到底有多么会玩，和小新在家玩刑警游戏，居然如此大胆，打扮得这么性感，结果却成了这个样子。好丢脸啊！那么美伢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无聊的一天，无所事事的小新和小葵在家里躺平，一旁的美伢看不下去，小小年纪不应该这样闲闲没事干。那妈妈你在做什么呢？我是懒洋洋的，才不是闲闲没事做呢。说着就命令小新去陪小葵玩，因为你是哥哥。真是的，早知道就不要先出生。接着小新带小葵玩起扮阔鱼游戏，美伢嫌弃这游戏太低级了，小新不乐意了，就让美伢自己陪小葵玩。整天懒洋洋的问，说你晒着肥油会一直增加。美伢觉得言之有理，于是就艰难起来陪两只神兽一起玩。尖头山上的牛啊，露出奶奶来了。结果硬生生完成了催眠曲，小新和小葵都快被哄睡着了。这时小新提议想玩刑警游戏，小新让自己当刑警，小葵当他的部下，美伢来扮演尸体，只要一直躺着就行了。虽然角色差了一点，但演起来还是很容易，于是美伢立马乖乖躺下来。紧接着，胸部被挖掉了，这是犯人留下的讯息吗？什么讯息啊？听到此话，美伢立马就不干了。就这样，美伢扮演尸体不合格，小新只好让他来当自己的部下。你们刑警立刻前往三地木的米糠家再见。美伢很讨厌这个名称，可小新这颗土豆脑也想不出什么华丽的名称，于是美伢又不干了。总之我不想当你的部下。说着就要演犯人。你终于知道自己有多邪恶了。很快美伢就来了个大变装，化身成一名性感女杀手。很性感吧？胸部要装东西啊。接着小新以偷花老公零用钱还有一个人毒食的罪名要逮捕美伢，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知道这么多秘密，美伢怎么可能束手就擒，立马掏出手枪让小新觉悟。小新也从怀里掏出秘密武器。搞错了。紧接着母子二人开始在家里展开警匪大战。随后更是从客厅来到了厨房，此时美伢已经完全入戏，连华丽的动作都展现出来，接着拿起一旁的跳绳，随手一边就打掉小新的手枪。小新眼见不是对手，背着小葵就赶紧开溜跑到楼上去，美伢紧追其后。上楼过程中，弥补飞机场的球体掉了出来，美伢不忘下去捡起来再塞进去，很快就来到广志的书房。美伢四处寻找都不见小新的人影，这时看向外面的阳台，八成是在那里，于是赶忙推门而出。赢定了！彪彪彪彪彪彪彪！不料前方空无一人，结果社死的一幕发生了。就这样，美伢受到沉重的打击，直到晚上还独自躲在房间里自闭。